球速最快的球类运动是什么？球速最快的球类运动是羽毛球。羽毛球由于球拍较轻，球头部非常良好的弹性，可以轻松地扣出300公里以上的出球速度。羽毛球是一项隔着球网，使用长柄网状球拍击打用羽毛和软木制作而成的一种小型球类的室内运动项目。1992年起，羽毛球成为奥运会的项目之一。羽毛球运动起源于14至15世纪的日本。现代羽毛球运动起源于印度，形成于英国。1875年，羽毛球运动正式出现于人们的视野中。1893年，英国的羽毛球俱乐部发展，成立第一个羽毛球协会，规定场地的要求和运动的标准。羽毛球运动适合于男女老幼，运动量可根据个人年龄、体质、运动水平和场地环境的特点而定。